它里面有梅花鹿，这是坑爹飞车，哦，下去了，天竺鼠之山，泰国清真寺，人力海盗船呢？哦，有趣哎！好啦，不要生气嘛，饿啦，一路有你，拜拜，没有来。Honey Museum 这块超大的，哎呦，我险哦！哇，好多人哦，这家真的是第二，真的有桃花源的感觉哦，古色古香哎。必吃的是东北酸菜白肉锅、米氏黄金香酥鸭，还在冒烟呢。我摆个赞哎，超好吃的，那个肉已经卤的超烂的，黄金人造沙滩，这个景点是免门票的，跳起来啊，你要跳啊！哇新台币的味道，消费了7000多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云林古坑一日游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！我们现在到了露营农场了，下雨天，毛毛细雨而已。他没有门票啦，嗯，所以他就先。那跑票去了。它里面有梅花鹿、滑草区、小动物的互动、落雨松林、儿童设施、亲子餐厅，然后大人是150，小孩100，可折抵消费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你要靠你爸爸，你才能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坑爹飞车。哦，下去了。好像无大家内底的，其他大姊妹去压档。坑富云霄飞车，干嘛停格？野狗呢？它在叫哎，咕咕咕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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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竺鼠之山。各位，我现在来到了泰国清真寺，那边有海盗船哎，儿童版的海盗船。哪一笔贼？接呢，人力海盗船呢。亲子餐厅，梅花鹿，嗨。梅花鹿，它是台湾特有亚种，体长约150公分，喜欢群居。
北哦，他们住址怎么大哥？他差点跌倒哎！来。哇！哇，好粗哦！十块出货，他没有出货呢，是交手分割。五千好贵啊 ！Hello Kitty 啊，甩爪出，对。出了，没出的，单板管都不会。在吃的啦，要吗？来，会也会吃的，哦，勇气味，来，这里还有。在叫他，他肚子饿，都在叫他说我的早餐呢，他很生气耶。好啦，不要生气嘛，我来了啦。啊，你没吃好清气，口卡拢是，那很生气耶。对啊，我就给你搞搞。好啦，他说阿外撕掉了。我把脚拆了，我把脚撕掉了。蒙甲啦，那阿伯也太久不撕掉了。你看过嘞？没啦。太厉害了，我现在脚二寸了。再来一点粗话。一路有你。来啊，坐啊，你们两个啊。我拍给你，这节目吧。代表摆 pose 哦。耶！怎么还会卡住？拜拜！它是有那个布布布，还有你有来。
是啊。啊，你来哦。笑死！哎，我们现在去蜜蜂故事馆，但我上次来过了。蜜蜂 ，Honey Museum。这里有蜜冰营。没有去过不？感觉很赞嘞。这里面应该有冷气吧？巨大蜂窝。如果他要攻击人的话，他的天资就这块超大的哎、欸。这密集恐惧症。这我摸狂，等下我摸密集恐惧症。没有。你的帽子盖颜色就行了呀。哎呦，我有型哦。你嘛是蜜蜂哦。你看你了吗？哎，这大一点。这大一点。哦，超热的。充三十块。哎、欸，我哎，应该都有吧？我打还要拍。有、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啊。嗯。蜂蜜包啊，对哦。哦，好呀，人哦。你们要吗？你们要吗？哇，关了好多人哦。吃了刚刚好，再买没关系。我来喝这家了，这家真的是必喝。买了两把芦笋，回家穿烫。哇！佩佩猪哦。自己类似冰火菠萝一种感觉，自己一点蜜蜂，里面有一个蜂蜜油。咖啡红茶，你们都一起的吗？对，一起的。我们午餐来吃这个桃花源落雨松步道餐厅，哇，真的有桃花源的感觉哦！欢迎光临。这哇，古色古香哎，拜拜哦。6000元套餐，必吃的是东北酸菜白肉锅，还有第二个闽式黄金香酥鸭，赞。小姐，第三个要宁氏酱肉荷叶夹，好，推的。这是我们今天吃的午餐，
感觉专业，很酥哦。哎呀，很酥哎，很酥哦，还在冒烟呢。看起来就很赞。哎呀，我上菜把熊进了吧。我三千八来。我怀着赞哎。谢谢。我摸完嘞。用重大节日也让来了，会觉得痛快呢。鸭胸肉，完食了。待会走中间直接进卖场哦。走旁边那条直线，直走到卖场。我们现在来到雅文巴黎海岸观光工厂，观光工厂。一峰来来，雅文它最有名就是它那块玫瑰的那个系列的那个系列，这里有一个。黄金人造沙滩，然后这个景点是免门票的，赞。你们要走要记得叫我。哦。啊，记得叫我回家，不要丢弃我。哇。哈哈哈哈哈。来啊，冲浪啊！冲浪。跳起来啊！你要跳啊！哎、欸，哦，这个，哇塞！因为冰淇淋吗？一颗120，哈密瓜，这里面有哈味哦，新台币的味道。面脸修复的，然后一块修复的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今天的旅程了。刚才不小心跑进去的化妆品店，然后消费了7000多，大家的消费单。那以上是今天古坑一日游的行程，虽然下了点小雨，但是不影响行程。OK 啊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那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，拜拜。